你刚刚讲什么？讲这两个。你再讲一次好不好？哎呀，再讲一次嘛。我刚才这个调。你刚刚讲什么？刚刚讲这个调。不是啦，在早之前你讲什么？你讲什么？脚。啊？脚泡烫的时候有伤口。不是。你刚刚还要讲什么？妈妈，我不知道。你讲什么？你讲什么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空。是这样子吗？是啊。是这样子吗？是。你刚刚不是讲这样？你刚刚讲什么？机器。色即是空。空即是色，再讲一次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机器说话。机器说话。对啊。